家人们，看到我腿里满满的光了吗？我女朋友竟然要背着我去参加同学聚会，这也就算了，她现在还拖着我去给她初恋买礼物。你在这干嘛呢？没什么，基本美好生活。哎，这是男装店。我知道啊，红豆男装苏宁广场店，送男生不送男装，难道送女装吗？哎，你去哪儿？我给你惯坏了是吧？啥呀？哎呀，走啦！这件适合高个子穿，这一件又适合正式场合穿。这样吧，你要不都试一下了？我试。不然呢？快去试。去。行。哇，不错嘛，很帅啊！你自己觉得怎么样？确实穿很舒服。那是，这可是红豆男装，专注舒适已经65年了。他家灵感舒适衬衫累计销量已经超20万件了。最近在伦敦的时装秀可火了，好多国内外主流媒体报道。听说有四大国际时装周秀霸辛纳川和一众国际超模双衬演绎舒适穿搭，而且是连戚薇和胡兵都很喜欢的时尚单品呢。灵感舒适衬衫？对啊，它是中澳两国功能纤维混纺，手感细腻轻盈，采用了红豆超细弹纤维配比，机洗后依旧拥有免烫的效果，还加入了瑞士 HiQ 高分子聚合物，制冷控温，可以让你体温一直处于舒适区间呢。这么高级的衬衫，连细节处理就很不错。那是，他家特邀阿玛尼前设计副总裁联合设计，5项 3D 立体剪裁，10处搞定工艺，3种奢侈品级辅料，衬衫品质达到了奢侈品级别。搭配这条今年新推出的加衣舒适男裤，百搭又舒适，商务休闲都能驾驭。这么好的衣服，平常舍不得给我买。那你觉得哪件好？都好，都买吧。那你愣着干嘛？结账去啊，才399。我结账。不然呢？你走这么快干什么？送你初恋的衣服你自己拿着呀。什么？这个是我特地给你挑的。送给我的？对呀，穿上它陪我去同学会，让我同学都看看我超级无敌爆炸巨帅的男朋友。